去买章鱼烧吃。你好臭啊！这难道是恩佐的生化攻击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榴莲的味道了，快把这个东西给扔出去！好，你干什么呀？我的榴莲！哎呀，谁呀、谁乱扔东西啊，臭死了啊！是他，那么臭的东西就只有菲尔特才会吃的，把这个带进教室来真的很没品味呢。沃尔克老师，你别生气，我以后不吃榴莲了。算了。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的变异小丁不见了。本来我把它养在研究所里的，可没想到昨天做完实验以后，它就不见了。老师，要不我们去帮你把变异小丁找回来吧？真的吗？那把我这个咕噜球也带去吧。这是高级咕噜球，只要有了它，就能顺利把变异小丁捕获了。放心吧，老师，这件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。要是你们能顺利把变异小丁带回来，我就教你们特别厉害的魔法。太棒了！图鉴上说，变异小丁属于毒属性的宠物，身形小巧，喜欢吃水果，不会主动攻击他人。好了，你就不要一直说个不停了，这样的小宠物还不是我的对手呢。可莉的记性是哪里来的？可能带小鹿也不用出场，我甩个咕噜球就搞定了。况且我们还有这咕噜球呢，加上我的魔法和带小鹿的身手，没有什么是我办不到的。来，我们赶紧去找吧。前面的荷花好漂亮呀。他们不就是跟恩佐大人作对的小鬼吗？这是我邀功的好机会。洛克，怎么办呢？往这边走吧。还原变，只要把他们引到对我有利的地方，就是本大爷下手的最好机会了。等一下。没有路啊。你到底是怎么带路的？前面根本就是胡同嘛。
现在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嘛？刚才木牌上不是这么写的吗？好重啊！又是榴莲吗？怎么这么多榴莲呢？快离开这里吧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太好了，有这么多，我得多拿些回家去。好吃，好吃。菲尔特，快走啊！你不是说不再吃榴莲了吗？你还捡那么多，你是想一路上把我们都臭死吗？不吃白不吃嘛。总算把你们都困在这儿了。嘿，他是无始徒。没错，我就是大名鼎鼎的无始徒，今天要一个一个的收拾你们。可恶，原来是你搞的鬼。聆听我的召唤，出来吧，迪莫！迪莫，看招！臭死了，臭死了！丁猫，丁猫！现在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恶魔丁，快上！哎呀，哼，还是得本公主出手。好，也让我来迎战，聆听我的召唤，出来吧！岂有此理！竟敢让本大爷英俊的脸变成这样，不可饶恕！看榴莲！哎呀！水蓝蓝，去清洗他们身上的榴莲味儿。奶奶，奶奶，拿好咕噜球，去抓变异小丁，这里有我们撑着。奶奶，好，想走我扔，绝命扣杀！咕噜球！哎呀，高级咕噜球扁了！笨蛋洛克，现在连咕噜球都没有了，怎么抓变异小丁啊？哼，恶魔丁，给我收拾他们！哼，哈哈哈哈！丁丁！哎呀！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丁丁！这是变异小丁？这小丁一点都不小，怎么会变得这么巨大呀？看来沃尔克老师一点都不会改名字呀，他跟小丁的名字一点都不相称呢。别废话了，现在连咕噜球也没有了，咱们还是快逃吧。丁丁，奶奶，
下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你干什么？那是我的榴莲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家伙和菲尔特一样喜欢吃榴莲啊。他肯定是看见我们毁了果林才袭击我们的，而他追的只是菲尔特，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榴莲。冰露露，哎，不过沃尔克老师给的咕噜球坏了，我们怎么才能捕获它呢？不怕，我有办法。不要啊，不要这样。你就再坚持一下吧，快到魔法学院了。没错，为了本公主能学到厉害的魔法，你应该自豪地接受这光荣的任务。之后我让父王赏赐一吨榴莲给你。救命啊，我以后再也不吃榴莲了。干嘛把我们也带走啊？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沉睡的精灵记忆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，现充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，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